就保持非常时尚女神的这种气势，超帅的啊！待会呢，我们也请她分享一下她的穿搭，还有她的近况。现在在我们台上的是陈艾希。今天是亚洲疯狂购物之夜，我们看到很多贵宾呢已经陆续抵达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我们，赶快先抢先赢哦！很多的优惠啊，很多的礼券，很多很多的小礼物，还有惊喜，包括我们的 DJ Mai 在我们二楼的户外广场在做 DJ 的演出，欢迎。